Hello 大家好，我是叶修。我输了，输的先哈。对。Hello 大家好，我是苏木秋，我是叶修。哔哩哔哩，干杯！荣耀终于开职业联盟了，咱们组织自己的战队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边疆。你为什么要学我？你为什么要学我？没有啊，做职业选手要付出的远比你想象的多。自制武器不一定是最强的，但最强的一定是自制的。梦想，年轻，热血，坚韧，赤诚，阳光。年轻的时候是有一种冲劲的在里边。十年前，我们终会站上巅峰的。十年后，我们终会站上巅峰。我觉得年龄感是什么呀？是从那个台词上语气调啊，语气上觉得这个时候说话和二十几岁说话可能就是不太一样。二十几岁可能说话会经历一些东西的那种感觉。说完了，好多好多台词，因为有些词比较拗口吧。刚刚打大漠孤烟爆出来的全套，刚刚打大漠孤烟爆出来的来全套。他长得太快，我词不多嘛，我估计每次。三个多小时，我是总共可能花了四天吧。再来一遍。咱们的路才刚刚开始，一起向巅峰之路进发吧，少年。我们在棚里面，哎呀，一遍没说过，两遍没说过，哎，三遍能不能说过？绝对能说过。结果还是没说过。对，平时还是要多注意老结合吧。哎，刚见面会嘛，然后所以为了这个你对我之前提前俩月就开始跑步，我每天晚上哪怕12点到家，晚上我都要下楼跑个半个小时40分钟。我说啊，金哥熬夜跑步，你看看这眼睛。三次元的那一句是他们是第一度创作，对对，我们要贴合于他动画。我们实际第一次配的时候看的就是分镜，对，好多动作我们实际是看不出来的，自己脑补，然后在棚里去表演。七姐，再连击120下，你行不行啊？因为预配的时候，你有一些动作你并不知道，后来成片出来以后，发现哦，原来这个地方是这样的，马上我们又会有一些新的调整，对啊，一些敏感。我预配的时候本来说是可能补两句就行，我当时一看，啊，不行，我基本上从头重新配了一遍。所以你看，你重新配，我也没办法，我也要重新配一遍，是吧？我不能这个，我们一定要搭在一起。录电影这种工艺，它要求必须是分轨这样，即便是第一个人去录，没有对方的声音，我们也会脑补对方的声音。全部录完了以后，然后我们又会搭着对方的声音，我们再去，这属于隔空表演。走吧，叶秋还在公园等着咱们呢。等会再来一遍。疯丫头，你干嘛？对，疯丫头，你干嘛？就包括你刚才说的，我背着那个我妹妹跑那段，我就真的想象上来了，然后啊，走吧，然后走吧。他这个声音是有负重的。升级成功了。这应该是目前最强的武器了，啊，够你征战职业赛场吧？就会不会害怕？就是说之后我配的声音，大家说，哎，我一听就是阿杰老师声音。害怕也没有用。我们只能尽量去贴合那个角色，尽量，但我不能说变化无数个声音，我们没有百变声音，真的是。这个对所有的配音员来说都是一样，都是因为这个问题，也没有办法。我们人的嗓子它就是这一个，了解的人基本上一听，可能一个气息他就知道是我们。对，如果你只是乍一听啊，这是那谁的声音啊，我不听了，也可以啊，因为但是你就错过了一个去品味这个人物的这么一个机会。如果是一个年轻的角色，我这么给他去配也行，这个声音可能大家也听不出来，但是不行，他真的不是那个人物。第一是首先是感谢胡天林先生，第二是也是感谢和我一样喜欢这部小说的读者们，人物身上都能看找到很多青春的一些感动点。我刚开始去考电影学院，我其实去为了考表演的。嗯，对，我甚至于上了这个班之后，我都不知道啊，配音是什么。然后，但是后来慢慢又了解了，我觉得这个配音完全能满足我的欲望，就是我要固活不同人物的人生。哎，这个倒是还好，你别放弃啊，你走对了这条路。想
感谢大家喜欢这个故事。我的工作可能就是写好一本书，他的工作就是拿到冠军。也希望大家能喜欢我们的大电影吧。国产动漫发展起来了，它对于所有的这些周边的这些产业的发展都会有带动作用。我们配音其实也是，如果要不是因为咱们动漫产业的发展，我们也不会有现在这样的。还有人采访我，哇，以前根本就没有人理我们，我们现在还在小黑屋里。当我们站上舞台前，历史的画面又浮现。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。听说阿杰老师通过电影追星成功，特地来拜一拜锦鲤。正好有这个机会，现场观摩了一下这个，嘎子现场的录音，哇，一下就知道差别。好棒，哇，真的是，术业有专攻嘛。人家上来，咔咔咔咔唱两遍，我说这可以了，这个可以了。我先开开嗓。这个，你们把伞哥当雨神了吗？逢出场必下雨。啊，就是这样一个戏份，我一想到就会觉得，叶修要是打得不好，可是要回家继承阮家财的。No， 这是你心里话吗？我一直在这个角色里面，不要让我出戏。你出来看一下，你出来看一下，你出来一下啊！不要，不要把我带出来。为什么要有苏木秋这么虐的戏份啊？我是没有心嘛？这不是应该问作者大大的吗？你说到虐，确实挺虐的，哎，就是挺惨呀。还有谁？还有谁？还有谁在思念谁？陪你走过任风雨都不退，看彩虹的美，并肩而飞。陪你走过十年风雨不退，荣耀的体会，不曾后悔。荣耀终于开职业联盟了，咱们组织自己的战队吧。目标冠军。哇，爬音阶又来了。你先爬，你从最小的爬。正太音。少年，你不要太猖狂，人生的路可是很长的。荣耀终于开职业联盟了，咱们组织自己的战队吧。大叔音。少年，你不要太猖狂，人生的路可是很长的。荣耀终于开职业联盟了，咱们组织自己的战队吧。兴致来了。男神音。我就不说男神音。来，男神音让给你。你不要太猖狂，人生的路可是很长的。好。妖孽音。我不认识。妖孽音。荣耀终于开职业联盟了，咱们组织自己的战队吧。我老年音。荣耀终于开职业联盟了，咱们组织自己的战队吧。不行，我站不动了。没事，我们可以坐着打。8月16号要记得来电影院看电影《全职高手之巅峰荣耀》。我后面我说，哔哩哔哩，干杯！